欢迎收看今天的小梅气象，我是小梅。大家今天有没有感受到回暖了呢？好热哦！最近天气忽冷忽热，大家要留意身体哟。接下来带你关心周末以及下周的天气报道。周六也就是明天，白天风面接近。上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，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午后大气环境逐渐趋向不稳定。而到了晚上至周日，封面通过，还有东北季风增强，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，各地天气明显转不稳定，普遍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哦。特别提醒，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。直到下周一到周三，受到东北季风及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，中部以北和东北部除了天气较凉外，同时也有局部短暂雨，南部山区同样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下周三及下周四，北台湾天气会再度转凉哦。小梅小叮咛，天气开始回暖，要注意防晒、喝水，并减少长时间处在高温环境下哟。以上资讯来自中央气象局，小梅关心您。还有，想要看更多内容，请订阅小梅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小梅才可以一直打扰你耶。哎不。哎，开始了哦。欢迎收看。熟啦。到了晚上至周日。等一下，我刚心里念的就哇，好顺哦，这讲出来的好难哦。